这次的 TRX 40呢，我们想要在静态的产品上呈现出一个动态的效果，然后概念捕捉一个停滞的瞬间，像是被披风吹起一角后，你可以看见里面的结构井井有序的排列着一条一条，非常整齐。然后在整张板的配色呢，我们以黑色为主，而它然后金属材质，搭配上深灰色的辅助饰件，结合上速度感的线条与发丝工艺，营造出整体有肃杀感的氛围。然后最后则是我们这次做了全金属覆盖装甲的设计，然后我们把 NW2 上泼上了细长的钩，然后让它的风可以从 NW2 延伸到皮质里面，充分表达出这一点的设计与散热兼具的表现。在 AORUS 众多的产品里面，电脑零组件这类的作品最难的往往是如何平衡散热的功能跟设计的美感。在有限的空间中，这件作品巧妙地利用机壳内的风流，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故事，并以形随机能的手法成功交织了感性与理性。这就是 AORUS Design Lab 的精神，所有的创意都是为了玩家而生。